没错，所以我们今年卤台味酒家的料理一定会轰动全台。师傅，你怎么这么有把握啊？为了这次的比赛，我做了许多的修行。师傅，你到底做了哪些修行啊？哼，你都不知道我这三天切了几万颗洋葱。几万颗洋葱？你到底创造了什么好料理啊？因为这次的修行，让我创造出这道料理。让我告诉你，吃好料理就是这么简单。放进微波炉，中火3到5分钟。完成了，这就是我今天要参加比赛的料理。师傅，这道料理是什么啊？这就是我们卤台味麻辣干锅啊。什么？那这个呢？松板猪啊？什么？哪有这么厚的松板猪啊？来量量看，什么？居然有到4公分，太厚了吧？这就是台湾松板猪啊，也太厚了吧？跟一般外面比的完全不一样哎，外面都是用火锅肉片啊，你看完全没有肥肉，哇，还有非常多料理哎，你可不要小看我。我这里面可是用了米血、白叶豆腐、松板猪、玉米、甜不辣，还有四季豆，总共7种的食材哎！哇塞，太丰富了吧！啊，师傅，那你看开，冠军是非你莫属哦！给讲哎，特懂哎！